第51章，子中王的威胁，一定要让族群崛起，不能让族老白白牺牲。拉蒂莫斯吼道，旁边门部也点头。看宝藏室。神主普埃迪赫道，宝藏室和传承室，传承室中是我族群无数年积累的适合本族身体结构的各种秘法，而宝藏室却是各种各样珍贵宝物。只要这些异族神国传送离开，那么我们就能得到这宝藏。嗯。拉蒂莫、门部也郑重点头。炽热看着那虚拟投影中宝藏室中的情形。宝藏室内，那土著族老酋赤卡乃是封王巅峰强者，他的自爆经历许久，室内才渐渐平息安静下来。混蛋，混蛋，混蛋！蹲在室内角落的虎刺王嘶吼着，双眸中满是疯狂。哼！子中王脸色铁青，目光闪烁，看了眼那站在室内中央的苍鲸王。苍鲸王却是冷着一张脸。罗峰仿佛一银色羽翼形成的重茧也被轰击得紧紧贴着墙壁。随后双翼展开，罗峰目光朝四周一看，那虎刺王的气息已经衰弱到无比惊人的地步。相反，子中王气息强度倒是没怎么变化，苍鲸王也是如此。虎刺王损失很大，不朽神体已经损伤超过一半。罗峰疑惑，可子中王似乎没受伤。苍鲸王不受伤很正常，可是这子中王、敌方两位，苍鲸王封王极限，子中王封王巅峰。哼哼哼哼哼，苍鲸王一阵冷笑。还真会伪装。苍鲸王冷笑看了眼子中王，声音低沉雄浑，子中王，如果不是这次那土著自爆，我还真看不出你这期长族还有这等能力。除了刚开始你对付那人类阳主动燃烧 3% 不朽神体外，之后不管是夜城王自爆还是这土著自爆，都没伤到你一点吧。这波攻击下，苍鲸王丝毫无损。罗峰一如之前表现的可怕，防御依旧丝毫无损。苍鲸王早就料到这个人类应该有什么特殊底牌，所以罗峰能度过这一劫，苍鲸王并不吃惊。虎刺王损失大半不朽神体，如果受伤再重点，恐怕会直接陷入沉睡，这也在意料中。唯有子中王之前表现就和正常封王巅峰强者一样，之前夜城王自爆的时候，那子中王也是高喊自己受伤了，可那次因为子中王是躲在舱室内，加上那自爆大量威力辐散到其他方向，连在舱室门口的虎刺王受伤程度都很小，子中王即使受伤表面上看很难辨别。谁都没意识到子中王的特殊，可这次不同，那酋赤卡自爆是在狭小的宝藏室内，宝藏室20米长宽，10米高，狭小封闭，加上舱室本身防御极强，硬抗下那酋赤卡自爆而没一丝损耗，这使得酋赤卡自爆威力完全在舱室内爆发，使得攻击强度非常可怕。虎刺王绝对重伤，再重点就直接失去意识，永久沉睡了。子中王却能丝毫无损，这就怪了。嘎嘎嘎嘎嘎，子中王笑着，面上鳞片褶皱，显得很是丑陋，声音尖利。苍鲸王，宇宙中亿万族群，宝物无数，危险之地也是无数，我有点保命绝招又有什么？之前制定计划你可没说。苍鲸王看着他，这是保命绝招也没必要说吧。子中王说完后略微低头，显然也服软。哼。苍鲸王冷哼一声，随即他目光一扫旁边的虎刺王和人类青年，不由心中嗤笑。那虎刺王已经不值一提，至于那人类青年显然是有强大防御手段，可攻击实力却一直很一般，倒也不足为惧。我看大家都试试怎么开启这宝藏吧。苍鲸王指向那藏宝箱，谁想先来？谁敢先燃指宝藏？苍鲸王你先来。子中王奉承道。哼。苍鲸王这才走到那被十二条锁链捆缚着的古老藏宝箱，在那边时而用蛮力，时而用各种技巧，想尽了方法，最后才不甘心的恨恨一脚踹在藏宝箱上，令空间都整个崩裂，喝道，你们来试试看。我来。子中王上前去尝试，走到藏宝箱面前，却是看向罗峰，人类，要不你来先试试。不用。罗峰也不急。子中王试验了个遍，失败。罗峰、虎刺王也上去试验，依旧失败。祭塔控制室内，这些异族还想得到我族宝藏？真是做梦。门部恨恨道，宝藏是我们的。拉蒂莫嗤笑道，这些异族一个个很不甘心。你看那实力最强的那个苍鲸王都快发疯了。可发疯又有什么用，他们还是得不到宝藏。最后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神国传送离开。等等他们离开，我们就取了宝藏。神主普哀道。这三大土著强者都默默观看着，期待这些入侵的异族赶紧神国传送离开。在宝藏室内足足僵持了十多分钟，苍鲸王、子中王等都意识到他们没办法开启藏宝箱。或许我能让魔杀族变化为燕迹大陆原住民，尝试开启。站在角落和虎刺王在一起的罗峰心中暗道，
不过是否能欺骗宝箱的感应系统并无十足把握，不管行不行，也不能在苍金王他们面前尝试，白忙活一场。苍金王的怒喝声在室内不断回荡，其他紫中王、虎刺王、罗峰三者都忍不住嘀咕，白忙活。那兵刃叶辰王得到了六位引领者的遗产，而最终兵刃叶辰王一切财富全部落在苍金王手里，据估计最起码也有数百亿混元单位财富，这还叫白忙活？贪婪是所有强者心中都有的。罗峰忍不住暗叹，区别只是有的能控制贪婪之心，有些控制不了。你们三个，苍金王雄浑声音回荡，都神国传送先离开。罗峰一惊，让自己等三个先离开，这不就暴露了神国坐标？那苍金王不就能尾随进入神国了？以那苍金王实力，一旦进入敌人神国，不管是进入虎刺王还是紫中王的神国，那神国恐怕都会被毁掉。我们先走。紫中王怒道，苍金王，你的实力远远比我等厉害，你如果神国传送离开，我们谁都不敢尾随进入你的神国，所以依我看，应该按照实力来，实力最强的先神国传送离开，实力弱者最后神国传送离开。对，虎刺王也低吼道，我赞同。罗峰也点头，他们很清楚，这时候他们三个弱者得联合。昏暗的宝藏室中，高大的全身环绕着电蛇的苍金王发出一声低吼，违背我者死，不违背你也是死。紫中王那小眼睛中闪烁着凶光，我已重伤的需要无数年才能恢复，苍金王你别太过分了。虎刺王眼眸中有着一丝疯狂，他何等可怜，这次来什么宝藏没弄到手，却重伤到这等程度，作为封王强者还是有着傲气的，漫长的岁月令很多强者并非那么惧怕死亡，逼急了自爆是常有的事。罗峰也看着苍金王，显然三个弱者无需交谈就自成一同盟。哦，苍金王眼眸中闪烁着电光，饶有兴趣看着诸位强者，真有胆色。我已开启虚拟世界同步传送。紫中王咬牙盯着苍金王，将周围一切拍摄记录，你如果敢动手，同一阵营对战友下手，谁都保不住你。拍摄记录同步传送。苍金王爷鱼看着紫中王，这祭塔中所有信号都被屏蔽，根本无法探查，你只能使用类似眼睛观看原理的拍摄录音，这种最基本的手段罢了。可是光线我早已扭曲，声音更是直接控制传入你脑海，你根本无法记录。紫中王面色大变，哈哈，这祭塔连在昂贵的探测信号都无效，连神力探测都无效，你的虚拟世界连接仪器附带的一点探测记录功能也就仅存拍摄录音功能，这点功能又最具有迷惑性，很容易伪造，根本不能当证据，更何况我都操纵光线声音，哈哈。苍金王似笑非笑看着紫中王，你能挡住那土著自爆而不损丝毫，看来有把握在身啊。那人类也能挡住？紫中王紧张连道。罗峰听了面色一变，他？苍金王饶有兴趣看了眼罗峰，这人类实力还不如你，防御却很变态，变态的这么夸张，肯定是拥有某种很厉害的特殊手段。放心，你们几个我会一一解决，这次虽然得不到宝藏，可是弄到你们三个的财富也算一点小小弥补了。紫中王、虎刺王、罗峰都是一惊，这苍金王已经开始撕破脸了。别太过分。虎刺王嘶哑吼道，闭嘴，重伤成这样你自爆都损伤不了我一丝。苍金王嗤笑道，你那点财富我还没看在眼里，我更重视这两位。他的目光在罗峰、紫中王身上流转。别逼我。紫中王怒喝道，同时一翻手，手中出现了一颗黑色的金球，一股让人心悸的能量波动从这金球上浮散出，逼急了一起陨落。第52章，那你们就死吧。和虎刺王站在一起的罗峰吃了一惊，仔细看去，那颗黑色金球表面上看很普通，只是那能量波动暴露了这颗黑色金球的不一般。是火神元晶，而且是极高端的火神元晶。罗峰暗道，至少比我曾经购买过的那颗要高端。之前自己花费8亿积分购买的那颗媲美封王高等强者自爆的火神元晶，显然层次上是不如眼前这颗。按照属性划分，当然有雷神元晶、水神元晶等等，不过单单论爆炸同等威力下，火神元晶最便宜，所以火神元晶最流行，可寸都有所长。雷神元晶、水神元晶等其他的也是有一些特殊优点，在某些时刻也是有重要用途，自然也有强者购买。哈哈哈！雄浑的大笑声响起，那声音在苍金王胸腔内还有着回音。紫中王却手持着这颗火神元晶，威胁我？你在威胁我？苍金王声音如雷，巨大的身高令他俯视眼前的紫中王，就靠你手中这颗火神元晶来威胁我？哈哈，这颗火神元晶就是你紫中王名气最大的底牌 A812 级火神元晶吧？
听说你子中王有数次遇到生死危机，都是拿出这颗火神元晶来恐吓对手，还真让你逃过数次劫难。今天你又拿它来恐吓我。子中王却是轻声念叨着，声音尖细。 A812 火神元晶属火神元晶中极高端产品，相当于封王巅峰强者自爆的三倍威力，单单这一颗火神元晶便是耗尽我当年无尽财富。 A812 罗峰听得心中一动，火神元晶威力越高价格越高，媲美封王高等自爆的仅需要8亿积分，可是这颗 A812 火神元晶自己要购买却得花费120亿积分，子中王付出的代价恐怕还要再高些。这么一笔庞大财富几乎可以让封王不朽倾家荡产，有这等财富，很多强者宁可购买宝物提高实力，或者购买强大兵器等等，有决心去购买一颗火神元晶的属少数。你说的对，我是靠它逃过数次劫难。子中王尖细声音继续说着，我相信这次我还能逃过一劫。没用，它对我威胁不大，苍金王自信道。封王巅峰自爆的三倍威力当然杀不死苍金王你，可是在这么狭小封闭空间内，相信毁掉你 5% 至 10% 的不朽神体绝对没问题。子中王看着苍金王，你已经受伤，再度受伤的话恢复就得很久了。苍金王微微点头，说得好。苍金王转头看向罗峰，人类，这子中王让我觉得棘手，我可不介意先杀了你。哼，罗峰没说话。宝藏室内的气氛仿佛凝固了，子中王、罗峰、虎刺王他们三个弱者都看着苍金王。其实苍金王此前一番威胁就是逼迫罗峰他们几个拿出底牌来，假设罗峰他们拿出的底牌很吓人，苍金王也就收手了。如果罗峰、子中王他们没厉害底牌，那么苍金王就会出手。这种行为在超级强者交战前是很正常的，因为修炼到这程度几乎都是修炼百万年、千万年乃至更古老的存在，即使能压对方一头想杀对方也会先逼迫一番，如果一上来就动杀招，逼得对手疯狂拿出一颗可怕的火神元晶，砰，二者同时陨落炸死，不就死得很冤？存在两败俱伤的可能，强者一般就不愿彼此厮杀了。很可惜，你们的威胁太脆弱。苍金王露出一丝灿烂的笑容，那你们就死吧。动手！子中王传音暴喝道。杀！虎刺王瞬间燃烧不朽神体。拼了！罗峰也传音道。罗峰他们三名弱者立即明白苍金王最终选择，杀死他们，就算是死也不能让苍金王好过。虽然说虎刺王、子中王、罗峰看起来都拿苍金王没办法，就仿佛三只蚂蚁去和一头大象厮杀似的。轰隆隆，无尽的雷电以苍金王为中心弥漫在整个宝藏室中。杀！苍金王手持雷电之矛已然燃烧起不朽神体，让在场罗峰他们心颤的能量波动不断澎湃着。这苍金王燃烧不朽神体是要速战速决，以最快速度最小代价杀死我们。子中王传音给罗峰，虎刺王别管那么多了，有什么底牌都拼吧。啊！虎刺王发出愤怒不甘的咆哮声，本已经重伤接近沉睡的他就仿佛皮肤汗树般，只能悲愤地让自己的不朽神体完全燃烧引爆。在其不甘悲愤的怒吼声中，能量爆炸瞬间充斥整个宝藏室，只是威力也就之前求吃卡自爆的两三成罢了。虎刺王陨落！白痴！苍金王微微一顿，根本不在乎虎刺王这番行为。羊！子中王焦急咆哮，我们拼了！这时候的子中王双眸中已然有着疯狂之色，可他再喊罗峰也没法拼，因为罗峰并非不朽神灵，根本没办法燃烧不朽神体，怎么去拼？死吧！苍金王眼眸中有着高高在上的冷漠。人类，你真没用！子中王原本眼眸中的惊恐疯狂完全消失，有的只是冷漠。只见那子中王的皮肤体表忽然浮现出一层斑驳古老的紫色骨钟，这钟体上有着密密麻麻的神秘文字，至少罗峰根本不认识这种文字。骨钟散发着让人心悸的威压。哗！他皮肤鳞甲表面浮现的钟体忽的变大，同时飞起，同时迅速变大，而后猛地一照。宝藏室就这么大一点，罗峰和苍金王根本无处闪躲，整个都被这紫色骨钟给罩在里面。紫色骨钟，钟体仿佛存在了无尽永恒的岁月，单单那股强大的气息就让罗峰心悸。重宝，这是真正的重宝。当年那眼烛王用他父亲给他的重宝拼命时，似乎那气息也不比这紫色骨钟强，这绝对是宇宙尊者使用的重宝。这骨钟乃是一件古老的宝物，威力无穷。钟体内，罗峰、苍金王、紫中王都被罩在里面。其实整个骨钟变大后直径在16米左右，几乎将整个宝藏室地面罩住大半。紫中王，苍金王惊愕看着远处同样在钟体内的紫中王，你都说我攻击用火焰钟，防御也有紫色钟影护体，可你们谁又知道我真正的宝物乃是这口神秘的骨钟。紫中王心中嗤笑，同时传音喝道，苍金王，你要杀我，
那就别怪我杀你了。在这谷中下已经陨落了两名蜂王巅峰，一名蜂王极限强者。今天你和那人类都得死。人类，你这么没用，也死吧。你死了，你那神秘的防御宝物也是我的了。两道传音分别在罗峰、苍金王脑海响起。紧跟着，紫中王只是往后退了一步，直接透过中体走了出去。他早已炼化这骨中，能将骨中融入体内，自然能够轻易穿透骨中。在他退出骨中的同时，他也将那颗价值过百亿混元单位的黑色金球火神元晶放在了骨中内。不好！苍金王面色一变。麻烦了。罗峰也看到了那颗火神元晶，这时候那颗火神元晶已经引爆。爆吧！在中体外的紫中王轻笑道。要杀死苍金王，如果单单靠他自身，就算有这骨中，他也是没法杀死的。宝物虽然厉害，却对实力增加是有限的，最多有些特殊运用罢了。就算是罗峰拥有是无语翼，也不可能说能杀死蜂王极限强者，所以必须得耗费这颗火神元晶。这颗火神元晶是蜂王巅峰自爆的三倍威力，按理说也就勉强能让苍金王受伤。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这般强大的爆炸完全束缚在中体内，然后透过整个骨中本身蕴含的特殊性，将这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形成一束，就仿佛大喇叭发出声波一样，那爆炸冲击波朝一个方向轰击，紫中王本身操控下，让那攻击直接轰击苍金王，那么能让火神元晶爆炸威力提高十倍。如此一来，就算是蜂王极限强者也得陨落。除非说这位蜂王极限强者也拥有着王甲那等防御及逆天的战铠，或者拥有其他一些无比昂贵的护体宝物，如类似这骨中。之前紫中王之所以经历夜辰王自爆，求赤卡自爆都没事，就是这紫中护体。自从得到这骨中后，他击杀过超级强者，得到大量财富用来强大自己，也购买那等无比昂贵的火神元晶，自然是大翻身了。可他一直很低调，凡是见他用过紫中的都已经陨落。击杀了苍金王和那人类，我又能得到一笔巨额财富。苍金王之前就得到其他几强者遗产，还有他本身的财富绝对有不少，到时候再购买两颗火神元晶。紫中王心中暗想着，还有那人类，那人类实力比我弱得多，可防御却这般惊人，说不定拥有类似我这骨中级别的神秘宝物。紫中王心底期待着，死吧，都死吧，一切都是我的。第53章大赢家。祭塔核心控制室内的三名土着强者透过监测看着宝藏室内发生的一切。自相残杀吧。杀得好，拼得好，都死光吧。普埃、拉蒂莫、门布他们三个都激动万分，期待看着那监测形成的虚拟投影。他们作为族群灾难的幸存者，本能的对宇宙中其他异族抱有敌视，特别是那些参加域外战场的异族，他们更是无比的仇恨。因为他们的族群当年就是四大巅峰族群为了开辟战场才灭了他们族群，就因为要开辟战场就灭了我等族群啊。他们怨气很大，心中满是仇恨。可对四大巅峰族群而言，就仿佛强大的几个狮子群要开辟战场进行战斗，而原本占领战场的兔子群自然就被随意解决掉。对狮子而言，吃兔子踩死蚂蚁是很正常的事，可对兔子蚂蚁而言，狮子却是他们的大仇敌。异族之间本就不存在怜悯，死吧，全部死吧。普埃、拉蒂莫、门布眼神中满是炽热，看着发生的这一切。通体紫色的显得斑驳古老，中体上那密密麻麻的神秘文字也隐隐散发着强大气息，随着轰隆隆的可怕狂暴声音在这骨中内响起。虽然那颗火神元晶爆炸能量被束缚成一个方向，可依旧对整个中体形成强大的爆炸冲击力。轰！透过中体依旧有无形的冲击波辐散，砰砰砰，直接冲击在那站在骨中外的瘦小狰狞的紫中王身上。即使被中体削弱九成，那冲击力依旧令紫中王身体碎裂，可瞬间又凝聚为一体。他却咧嘴兴奋笑起来，眼眸中满是期待。苍金王，人类，你们都死吧，宝物都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雄浑而愤怒的咆哮声从苍金王喉咙中发出，他的眼眸中满是愤怒。紫中王，苍金王双眸欲裂。光，骨中轰鸣，火神元晶爆炸产生的可怕能量被骨中席卷着压缩控制着，完全朝一个方向轰击，苍金王所在方位。在封闭狭小的中体内，如此近范围，苍金王根本是没有办法闪躲，瞬间就遭到了可怕的轰击。原本是朝四面八方爆炸的，却硬是被束缚成一个方向，威力飙升怕有十倍，本就媲美蜂王巅峰自爆的三倍威力，现在又飙升十倍。轰！苍金王全身澎湃着强大的能量，之前欲要速战速决解决紫中王、罗峰等，他就已经燃烧 3% 不朽神体，可他却没来得及杀其他强者，就被罩在骨中内，以他蜂王极限战力在燃烧神体，竟然硬是能够抵抗这股爆炸冲击力刹那。
可是没用，仅仅抵抗刹那罢了。论能量至上，苍金王燃烧不朽神体产生的威力是和此刻谷中形成的轰击相差无几，可在量上，苍金王仅仅燃烧 3% 不朽神体的能量几乎刹那就被耗光。在遭到攻击的一瞬间，感觉到那股轰击摧枯拉朽，耗掉自己燃烧着的不朽神力，苍金王就明白，完了，我必死。我的弟子们，我的老师们，我库瓦陀雷蒙莎莎再见了，希望能够在遥远的未来能够被复活再看到你们。苍金王眼神中掠过一丝哀伤，紧跟着便是无尽的疯狂，心中愤怒咆哮，子中王杀我，你也一起死吧，给我报。苍金王最后一刻选择了自爆。一般正常攻击，火神元晶爆炸击杀一名蜂王是能量彼此湮灭，绝大多数能量彼此对耗掉了，就像当初苍金王一击就毁掉夜辰王约 50% 不朽神体一样，这是一种湮灭，不会有太大动静。可如果不抵抗，不彼此湮灭，而是选择自爆，就和夜辰王自爆造成那般大动静的道理一样，自爆的话等于苍金王本身就化为了一颗燃烧的火神元晶。轰火神元晶能量汹涌，轰苍金王疯狂的自爆更是可怕，就仿佛两颗火神元晶一起爆炸，威力可怕的吓人。谷中外，不，子中王面色巨变，他一直在透过谷中控制火神元晶爆炸的能量，束缚着那能量形成一个方向，自然清晰感觉到里面爆炸产生的狂乱能量猛地飙升。一旦说他束缚不住控制不住的话，这股能量将会朝四面八方轰击，即使中体阻碍削弱九成，剩余的一成冲击力也足以将他这个蜂王巅峰强者直接震得完全湮灭掉。毕竟这是蜂王极限强者自爆，外加一颗火神元晶啊。束缚，给我束缚，全部一个方向，全部一个方向。面临死亡危急，子中王歇斯底里的拼命操控着谷中，也欲要将苍金王自爆的能量和之前火神元晶爆炸产生的能量一样束缚成一个方向，朝下方轰击。束缚一个方向会造成被攻击的那个方向攻击力特别可怕，而其他方向却也弱得很多很多，这样透过中体对外的冲击力也就弱了很多很多。可显然要束缚控制这么可怕的能量，即使借助这谷中也很难。给我束缚，子中王全身燃烧起了不朽神力，双眸满是疯狂，哗哗，燃烧的不朽神力仿佛汹涌的洪水不断倾泻而出，被那子中疯狂吸收。借助这燃烧的不朽神力灌输下，子中本身威力顿时大增，硬是将苍金王最后想要同归于尽的自爆给强行束缚，束缚的合火神元晶能量一个方向，两股能量汇合，一个方向直接朝下轰，这股能量轰击在宝藏室的地面上，也就是中体罩着的区域。这宝藏室墙壁地面防御的确很强，蜂王巅峰强者自爆都能硬生生抗下，须知这已经算是宇宙尊者普通一击的威力了。可是蜂王极限强者的自爆再透过谷中束缚朝一个方向轰击，威力更增十倍，导致地面在瞬间遭受到超百倍的冲击力。砰砰砰，宝藏室的金属地面硬生生被直接轰碎撕裂，而藏宝箱的位置正是地面的中央位置，自然也是被中体笼罩被轰击覆盖。当金属地面被完全撕裂的同时，那连接在地面上的12条锁链和被锁链捆缚着的藏宝箱显然防御极强，在这等攻击面前，12条锁链和藏宝箱却硬是抵抗住并无损坏。撕了，金属地面都被轰击穿了。在宝藏室下面的祭塔其他区域防御就脆弱多了，当初夜辰王 50% 不朽神体的自爆都令周围60公里范围完全化为废墟，这一刻攻击强了不知道多少，且束缚成一个方向。轰隆隆，肉眼可见的一条粗壮的冲击朝下方直接冲下去，金属地面的碎片掺杂着12条锁链和宝箱，还有在这等可怕轰击下世界戒指碎裂释放出的大量宝物，也损毁了不少宝物，还有更多昂贵的宝物伴随着那些金属碎片锁链宝箱被轰击的朝下方直接飞去，一口气直接轰出一条深达6000公里的深洞，这股冲击力才消失，6000公里范围内一切都被轰成了渣。苍金王悲惨，可罗峰也不好过，当时火神元晶爆炸被束缚专门对着苍金王轰击，只是溢散出的些许爆炸冲击对罗峰其实威胁并不算大，还能扛得住。可是紧跟着苍金王自爆了，这下麻烦大了，虽说子中王全力以赴束缚，可溢散出的能量却大了很多很多，罗峰几乎遭到蜂王极限强者自爆大概3成-5成的威力。躲，在苍金王自爆瞬间，躲在中体内嘎啦被波及的罗峰知道不妙，立即将地球人本尊收入体内世界中，不像靠世界戒指收取物品那么麻烦，罗峰三大身体可以瞬间切换，可瞬间进入体内世界，因为体内世界是孕育他们的，是三大身体的核心，虽然瞬间躲进了体内世界，可保存着原核的那颗世界戒指却是被罗峰藏在是无语翼中，是无语翼早被罗峰炼化，
可融入身体。身体肌肉和事物羽翼完全融合，那世界戒指也能和肌肉融合，自然可以将世界戒指存放在事物羽翼内。如此才是最安全的。轰隆隆，银色的事物羽翼其中包裹着世界戒指，被轰击的朝下方飞去，打着转的和其他大量宝物、大量碎片全部朝下方急速飞去。其实单单那一颗世界戒指乃是罗峰专门定制，尽量让防御足够强的，仅仅是被波及那点威力是不会碎裂的。可罗峰不敢赌，所以一直放在事物羽翼中。当事物羽翼包裹着世界戒指、锁链、宝箱、金属残片，苍金王那被正面轰击碎裂的世界戒指是放出的无数宝物，也是之前蜂王强者们的遗产，包括苍金王自身的财富，全部被轰击的朝下方飞去。都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在整个地板都被轰得完全碎裂的同时，那燃烧不朽神体束缚苍金王自爆的紫中王已然消耗掉 26% 不朽神体，损失堪称巨大。值了，值了，值了。他们这些蜂王所有的宝物，苍金王这个蜂王极限强者无数年的积累，那人类强大的防御宝物，还有那锁链宝箱，一切都是我的。损失的不朽神体，值了，值了。紫中王虽因地板碎裂略显错愕，可紧跟着便是俯冲而下，直接冲向那些大量宝物。第54章族群崛起。那爆炸冲击轰出的通道乃是直线往下，直径就那么大一点。砰砰砰。而那大量的宝物不可能完全平行于通道壁，因此就仿佛玻璃珠撞墙似的，噼里啪啦砰砰声一片，各种宝物撞击在墙壁上，然后又斜着反弹撞击在另一边，再度斜着反弹，乱糟糟一片。可紫中王却是双眸炽热，激动得无以复加。一个普通人如果看到大量的金元宝在街道上乱滚，而且布满整个街道，虽然似乎乱糟糟的乱滚，却也一样会激动的。都是我的，我的。哈哈哈，回头多买两颗火神元晶，再购买参悟火中神山的名额，还有大量促进恢复不朽神体的宝物。还有紫中王急速往下飞，迅速收着那些砰砰砰乱撞的大量宝物，心中却是激动想着以后到底怎么安排。宇宙中的宝物实在太多太多了，各种各样的宝物，如紫中能让宇宙尊者重视的，如事无羽翼能让宇宙尊者疯狂的，如更高等的是宇宙之主都经常使用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像将甲王甲等等一些使用条件奇特用处诡异的物品，总之不计其数。可宝物是需要去进宇宙秘境冒险得到，需要强者厮杀争夺，需要大量财富去购买的。哈哈哈，痛快痛快，太痛快了。紫中王俯冲而下，收刮着所发现的一个个宝物。嗖，事物羽翼正不断朝下方坠落，在他旁边就是锁链宝箱，还有大量其他宝物。我竟然还有这等大机缘，哈哈。事物羽翼旁边凭空一块金属残片浮现，正是魔杀族分身变换成的祭级金属残片，当然只是复制了气息，内在却是虚得很，算是华而不实。毕竟魔杀族分身还无法让内在都变成祭级金属。嗖，事物羽翼消失，已然被收入体内世界，那么世界戒指则是融入魔杀号金属残片中。因为在祭塔中无法探查，在这般能量波余韵不断下，在高空中往下俯冲的紫中王哪会根本发现不了。这锁链宝箱也是我的。嗖，那被12条锁链捆缚着的藏宝箱，锁链上还连接着些许金属残片，此刻也突兀消失不见。苍金王的雷电之矛，啧啧，竟然还没损坏，也是我的。这是什么？空间戒指？世界戒指？嗯，看来那苍金王破碎的世界戒指内也存放着一些空间戒指。世界戒指也收了。啧啧，这保存紫捻神树髓的器皿还真结实，撞击墙壁那么多次都没碎。嗯，收了。哇，这得值10亿混元单位吧，也收了。收收收，我收。魔杀族分身变化为的金属残片肆意收刮着大量掉落的宝物，就仿佛天上再掉金元宝，罗峰是来者不拒，有多少收多少。而高空中俯冲的紫中王也在收着大量宝物，他们俩一者在下方，一者在高空，都在收取着宝物。嗯，那锁链宝箱呢？俯冲下来的紫中王皱眉疑惑，难道和墙壁碰撞跌落到旁边什么廊道里面了？这次轰击可是轰击出6000公里的通道，自然是和祭塔本身的一些通道舱室相连，所以有些许宝物也是撞击到岔道廊道中去。锁链宝箱必须得找到，恐怕其他宝物所有加起来都不一定有锁链宝箱珍贵。还有那人类，人类的宝物不知道是什么。紫中王也暗想，当时苍金王自爆后，大量宝物被轰飞，其中掺杂着银色羽翼，无数宝物混淆下，紫中王根本无法辨别哪一个是人类罗峰的。先找到祭塔宝藏锁链宝箱，这才是最昂贵的，只要弄回去
自然有办法弄开。子中王开始寻找，在寻找的同时偶尔发现一些宝物也会直接收起，不过他却是将这些宝物直接收入一枚空间戒指中。子中王是有过大机遇的，他经历过，知道宇宙中一些奇特生命外表看不出是生命，可假如收入世界戒指那就糟了，所以一些昂贵宝物他会收在一些空间戒指中。再小也是肉，这毕竟是聚集金属，也收了。子中王将那些或大或小的聚集金属残片也收起来，这金属也是昂贵的很的，随便一片就能让普通不朽神灵倾家荡产，加起来也是价值过亿混元单位的。锁链宝箱，这锁链宝箱到底在哪里？在哪里呢？子中王焦急寻找，可却硬是找不到宝箱。怎么回事？到底掉到哪个岔道了？子中王有些焦急，众多宝物中那祭塔宝藏锁链宝箱才是他最重视的，可现在却找不到。咻，子中王再度收益金属残片，棚空间戒指自动排斥，直接将金属残片排斥出去。怎么回事？子中王大惊，猛地转头看向那金属残片。哈哈，凭空出现一道身影，正是有着银色羽翼的人类罗峰。那金属残片落在罗峰手中，那枚世界戒指直接融入皮肤中，至于磨砂族分身则是回归体内世界。你。子中王那阴冷的小眼睛却是瞪得滚圆，死死盯着眼前的身影。银色战铠，银色羽翼悬空而立，羽翼微微扇动。罗峰正微笑看着子中王，轻声道：子中王，谢了。祭塔核心控制室中的那三位土著强者却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看着这一切，只是之前那一波狂暴的轰击撕碎了宝藏室，毁掉一层层舱室，毁掉祭塔内大量建筑，有瞬间的监测混乱，可很快便清晰了。他们能清晰看到子中王俯冲而下收宝，也发现底层的宝物诡异的一个个消失。当最后罗峰现身时，他们都惊呼出来，是那个人类，他竟然没死。那个最强大的一族都死了，他竟然都没死。难怪族老说四大巅峰族群中的一些超级强者拥有着很多宝物手段，让我们暂时隐忍，不可去报仇。果真是可怕啊，那个最强一族那般强大都死了，之前这人类似乎实力只是蜂王高等，却能活到现在。普埃、拉蒂莫、门布忍不住一阵惊叹，这一次宝藏争夺大厮杀最后的赢家似乎是那位人类，他才是最大赢家。嗯，我们宝藏室的宝藏也落在了他的手里。传承室中是无数的秘法，可这宝藏室才是对他们这些异族最有用的无数宝物啊。这三位土著强者很是遗憾，特别是神主普埃，当族老酋赤卡死去那一刻，神主普埃就自然成为他们族群这一脉最高领导者，他也感到了族群生存给他这领导者带来的压力。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所以族群生存压力一般是族群最强者感受最强烈。没想到他们厮杀竟然能毁掉宝藏室。神主普埃摇头叹息，本来想要等他们神国传送离开的，现在宝藏室撕裂损毁，锁链宝箱也被他们得到，甚至于连祭塔被轰穿6000公里，整个祭塔的祭祀秘文结构遭到了大规模摧毁，效果只剩下一两成，祭塔已经无用。我们回去吧。神主普埃看向拉蒂莫、门布，宝藏室的锁链宝箱被异族得到，祭塔最珍贵的当年尊者们布置的祭祀秘文，可大规模损坏下效果已经很弱，祭塔无用了。嗯，门布、拉蒂莫都点头，至少我们得到了族群传承。神主普埃轻声道，有了传承，族群就有未来。地球上早认定知识文化传承很重要，而在宇宙亿万族群而言，每个族群特有的无数年无数强者积累的修炼秘法乃是族群传承最重要的。一个族群的顶层强者全部死光，幸存些许弱小不朽神灵，只有那些幸存的不朽神灵记得的秘法而已，根本无法强大族群。没有无数秘法传承，在时间长河中他们很可能某时会湮灭，至于强大几乎没有强大崛起的可能。有了族群秘法传承，他们就有强大的希望了。祭塔自毁吧，神主普埃下令，你随我一起离开。是，主人。广袤而古老的神国内，神主普埃、拉蒂莫、门布他们三个凭空出现。神主，族老呢？族老怎么没回来？其他些个蜂王都连追问道。拉蒂莫、门布、神主普埃眼中都有着一丝哀伤。神主普埃挥手遥指那空间通道，崩，整个空间通道瞬间开始崩溃。族老，为了族群，陨落了。神主普埃轻声道。其他蜂王们都愣住了，可是族老的陨落却为我们族群带来的传承。神主普埃猛地嘶吼道，大灾难前的族群无数秘法，适合我们族人的无数秘法，我们已经全部带回来了。有了族群传承，我族群一定会强大，一定会再度崛起。崛起，崛起，崛起。
这些蜂王们心中有着对族老陨落的哀痛，同时也有着一股炽热的信念，对未来他们已经充满希望。族群崛起。第55章，金甲怪兽。神主普埃他们毁掉了空间通道，再也不管那已损毁的祭塔内发生什么，他们现在只知道潜心下来培养族群后代强者。而祭塔内，紫中王身材瘦小，面容长相显得狰狞，他体表正隐隐有着一层紫色中印，那无形威压弥漫开，正死死盯着前方人影。罗峰却是双翼微微自然扇动，略带笑意看着紫中王。论体型，在浩瀚宇宙亿万族群中，罗峰的确算是很一般的体型，可是这紫中王仅仅1.6米高且瘦小，却是让罗峰占了些优势。我小瞧了你，紫中王嘶哑道。我也没想到你这般阴险，罗峰轻声道。宝藏本来是我的，没想到最后却被你得到，恐怕那苍金王死后你也抢夺了不少宝物吧。紫中王那布满鳞甲的双爪握紧，显然已经是怒火中烧，认识谁明明有机会得到布满一条大街的金元宝，最后只是得到一卡车的百倍的被对手的去，任谁都会憋火。本来是你的，罗峰讥讽笑道。这其中有虎刺王，有夜辰王，有冰刃，也有苍金王的宝物，这祭塔宝藏本来是燕祭大陆原住民族群的，哪个是你的？厮杀中我最后胜了，自然归我。紫中王冷哼道。一场厮杀争夺，一个个接连陨落，活着的只剩下两个。罗峰轻声笑道，这一场大厮杀能活下来就是胜利者，而且我才是真正的胜利者。阴险，紫中王咬牙，他燃烧不朽神体，耗费一颗火神元精灭掉苍金王，最终大部分宝藏落于罗峰之手。你也不差，先是隐藏实力，明明有实力对付我，却宁可燃烧 3% 不朽神体也隐藏自己，让那最强的苍金王和我们其他几个都对上，夜辰王死，冰刃死，虎刺王死，甚至于在最后一刻你还在嘶吼让我也拼命，显然你是打着让我们四个都去消耗苍金王实力，最后你才下杀手。罗峰轻声道，论阴险毒辣我哪里及你，只是我更沉得住气。嘎嘎嘎，紫中王发出刺耳的笑声，说得好，论手段我超过你，只是你保命隐匿手段比我还强，不过最终的宝物还是我的。紫中王声音还在通道中回荡，就见翼子中猛地扩张，直接朝罗峰照去。罗峰在紫中王刚动时就双翼猛地一震，施展开三阵穿梭宇宙，咻，速度瞬间飙起来，呼啸着直接冲进旁边一条曲折的通道，迅速沿着通道逃跑。修逃，紫中王体表隐隐有中印，在后面拼命追。刷刷，二者距离迅速不断拉大，连蜂王极限强者苍金王在这种曲折通道内也只能靠其他手段来阻碍影响罗峰速度，更别说实力差得多的紫中王了，他根本没办法阻拦罗峰，瞬间距离就被完全甩开到看不见了，肉眼看不见又无法探测。混蛋，紫中王眼眸中有着愤怒不甘，一定要杀了你，一定要。罗峰得到了这次的大部分宝藏，而且又知道了他紫中王的大秘密，那神秘古钟，这两点都让紫中王想要杀罗峰，不惜一切得杀了他。强大的底牌是隐匿的底牌，一旦所有强者都知道我有这古钟，那就会防着我，而且一些超级存在很可能对我下手夺我这宝物，必须得尽快杀了他。追，紫中王在后面锲而不舍地追着，他明明看不到罗峰，也只能以最快速度朝祭塔外赶。罗峰飞出了核心区通道，又通过普通居住区，最后穿过那祭塔入口，终于出了祭塔。出来了，罗峰看着四周大量的岩石泥土，不由露出一丝笑容。被追得太惨了，在祭塔中根本没法施展我最强战力，太憋屈了。那廊道最宽也就1公里，金角巨兽庞大的身体都挤成压缩饼干吧。罗峰咧嘴一笑，立即切换身体，不到半秒钟，在这泥土尘埃中出现了一头庞然大物。它100多公里长的庞大身躯，通体金色，体爪无比粗壮，有着一对展开的金色羽翼，双眸呈暗金色，吼，鼻孔中喷出炽热的气流。得到王甲后还从来没真正大战过，紫中王这是第一次。金角巨兽盘踞在无尽泥土尘埃中，那些泥土尘埃轻易便被顶开，对于强大的金角巨兽而言，这些厚实的泥土尘埃无异于地球上空气给人类的阻力。金角巨兽盘踞在那，就这么俯瞰盯着，仿佛巨人盯着小蚂蚁窝，等待小蚂蚁出来。这人类实力较弱，不会瞬移，只要到了祭塔外，一旦被我发现他就逃不掉了，我可是能瞬移的。人类，你逃不掉的。紫中王化作一道流光，终于从祭塔那入口飞出。嗖，一飞出，紫中王正充满煞气的疯狂弥漫开不朽神力，想要朝四面八方探查，也同时靠探测仪探查，也同时释放法则领域，总之紫中王是将所有方法都施展出来，
欲要第一时间找到人类羊。啊！子中王惊愕看着眼前庞然大物，扬起脖子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金角巨兽即使盘踞在那高度也超过80公里，二者体型对比就好像地球上普通交小人类抬头看着一座比喜马拉雅山还高超过10倍的怪兽。好大的家伙，哪来的怪兽？妖族的星空巨兽。子中王纳闷疑惑。好。金角巨兽一直蹲在那默默等待，这一看到子中王出现便毫不犹豫地直接挥起了他的右蹄爪。这右蹄爪因为兽神变血落之力驱动变化，所以显得格外的粗壮，比正常金角巨兽身体比例下的右蹄爪粗壮了整整近一倍，那一个个犹如巨大利刃的爪子何其狰狞。哗，一爪出，空间崩塌，泥土尘埃瞬间陷入空间乱流中，金角巨兽、子中王也都进入了空间夹缝中。砰，一个是纯粹有心等待，一个是错愕，或许也想硬碰硬较量下看清眼前怪兽实力。总之近距离下这猛的一爪直接拍击在子中王身体上。轰隆隆，空间夹缝内，在无尽空间乱流中，子中王站稳身体。吼，金角巨兽飞行压迫而来。好可怕的怪兽，竟然是蜂王巅峰战力。子中王大吃一惊。哗，金角巨兽体型巨大，又有王甲附身，双翼一震，速度比地球人本尊快了数倍。子中王操控的三座火焰中形成的无尽火海似乎踉踉跄跄下就被一道耀眼的金色长河冲破。比那人类羊更可怕的速度。子中王仅仅两次交手就完全打退堂鼓了。我巅峰状态对这怪兽都占不了丝毫优势。而在祭塔内，我不朽神体损耗严重，实力都不足一半。子中王又急又怒，他不想和这怪兽交战，很想找罗峰。怎么回事？那人类逃到哪去了？怎么又突然冒出了一头怪兽来？这怪兽和传说中的银翼王好像，身体大小，头顶王冠，粗壮蹄爪，羽翼，唯一区别是颜色变了，之前通体银色，现在是通体金色。变换体表颜色倒是容易，应该就是那银翼王。银翼王属人类阵营，那羊就是人类，很可能是羊请来了朋友。混蛋，果然是我猜测最糟糕的一种情况。他一出祭塔就请来了同阵营的强者，这金色怪兽恐怕是最早抵达的一个，很可能还有其他强者会到。子中王一想到这，虽然再不甘心，可也只能选择离开。刷，瞬移，直接凭空消失不见。当那子中王消失了后，金角巨兽这才消失，而后地球人本尊现身。嗯，罗峰微微点头，毫无疑问，金角巨兽拥有着蜂王巅峰战力，虽然在法则感悟上略有欠缺，可宇宙法则契合度的十倍飙升以及自创巅峰绝学弥补了这一短板，令我拥有真正的蜂王巅峰战力。可弱点也很明显，真正的蜂王巅峰强者或是擅长瞬移，或是擅长时间暂停等等，总之一般都拥有法则类强大的能力。罗峰暗道，看来还得再提高，我的实力还不够啊。金角巨兽战力很强，就是没法瞬移，也没法施展时间暂停，这瞬移和时间暂停乃是分别修炼空间法则或者时间法则的保命绝招，罗峰少了这一绝招，却也多了是无语翼王甲赋予的保命能力。 So 罗峰化作一道银色流光，迅速离开空间夹缝，回到燕姬大陆，乘坐一艘宇宙飞船，在燕姬大陆上空保持亚光速前进着，在燕姬大陆遥远处的冰雪大地上空。人类，人类。通体鳞甲面容狰狞的子中王双拳紧握，强大能量气息令周围空间炸裂，强大冲击波令下方上万公里冰雪大地都掀起一片飓风。夺去本该属于我的大量宝物，还有祭塔宝藏，又知道我的秘密，我一定要杀了你，一定要杀了你。子中王双眸中闪烁着阴冷，掠过一丝丝厉芒，似乎在思考着一个个对付罗峰的阴谋计划。第56章，锁链宝箱。一艘黑色飞碟正在燕姬大陆上空飞行着，飞碟控制室内的罗峰端着两杯果酒洒下。夜尘王，虎刺王，我虽想救你们，却有心无力。罗峰轻声道，宇宙险恶，强者陨落，更强者幸存，希望遥远的未来能够再看到你们。真野王老师、混沌城主老师都跟我说过，宇宙中危机处处，当小心谨慎。当初与墨星主任呼延博老师让巴巴塔给我留下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让我对宇宙心怀敬畏，永远不可自大。罗峰轻声感叹道，这是无数的挫折得出了经验啊。我本以为蜂王巅峰强者在燕姬大陆上绝对安全，我本以为蜂王极限强者在整个域外战场都是绝对安全的，我本以为拥有瞬移就很难陨落，可事实却是只是燕姬大陆中一个祭塔内，夜尘王、虎刺王、冰刃、苍金王就全部陨落，连蜂王极限强者都陨落。罗峰暗叹，
而且苍金王还是死在一个实力不如他的子中王手上，当真不可有丝毫大意啊。战斗结果取决于很多因素，祭塔的特殊环境让大家无法瞬移，无法探测等等，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如果在炎祭大陆空中厮杀，苍金王修炼的是时间法则，根本无法阻拦那些擅长瞬移的强者逃走，打不过早就逃掉了。奈何这就是宇宙，这还只是炎祭大陆中一个小小祭塔，像无数宇宙秘境，无数危险之地，要危险不知道多少。罗峰暗道，不管何时当心存警惕，永远不能自大。你能得到这般宝藏奇遇，其他一族某位天才说不定也有宝藏奇遇，甚至可能出现更厉害的。此战陨落四位封王，何等惨烈，也让罗峰一下子惊醒，再也不敢太得意了。之前得到是吴羽翼，又有王甲、江甲，罗峰有些过于骄傲自信了。就如同高高在上的混沌城主认定的那样，其实在他看来，罗峰这点际遇真的很一般。王甲、江甲只是外力，当罗峰自身实力提升上来后，作用就小得多了。嗯，通话申请。罗峰皱眉，虚拟宇宙鸿蒙城内的一座酒吧内，罗峰和另外一名人类在角落喝酒聊天。天辰，这么急找我？罗峰看着眼前人类，这是自己这些年结交的诸多好友中其中一位天辰王。天辰王和叶辰王属一个时代成长起来的，都是巨斧斗武场核心弟子，二者一直在竞争，在竞争中产生了深厚的交情。杨，叶辰王死了。天辰王眉毛很长，整个人显得很凌厉，低叹道，他死前曾给我留言，说是一族苍金王杀的他，他是死在炎祭大陆，而炎祭大陆上的人类封王强者包括他一共三个，你也在炎祭大陆，也是他的好友，你知道详细情况吗？对，他死了，死在苍金王手里。罗峰低叹道，最后是被苍金王逼迫的自爆而亡。苍金王谁？天辰王追问道。苍金王虽然在炎祭大陆上颇有名气，可他毕竟是一异族，是机械族阵营中的某个异族强者，天辰王当然不认识，就算鸿蒙内的300多万各族封王强者，天辰王也认识部分罢了，很多都是不认识的。苍金王也死了？罗峰道。啊，天辰王一怔，随即点点头，罢了，在宇宙中闯荡，在生死边缘行走，陨落难以避免。来，陪我喝酒。好，罗峰也陪这天辰王喝酒。关于这次事情，罗峰不想说太多，他和那子中王的恩怨注定还得有了结的一天，他不想天辰王也掺杂进来，不管是自己还是子中王都是有重宝在身的，各自保命能力都强。而且这次子中王虽然没能得到祭塔宝藏，可除锁链宝箱外的大量宝物，子中王还是得到接近一半的。那大量宝物代表着巨额财富，子中王完全能够买火神元晶，购买其他提高实力的宝物，下次交战恐怕更惊险。子中王毕竟是击杀过封王极限强者的，罗峰不敢丝毫大意，他却不知子中王实际上算上苍金王，已然击杀过两位封王极限强者。我得想办法，想出解决子中王的办法。那子中王将罗峰当成对手，想办法要杀死罗峰。罗峰同样也在想办法对付子中王。世界戒指的一方世界内，魔杀族分身、金角巨兽分身都出现了。祭塔宝藏。黑衣罗峰看着远处大量宝物中央那一件锁链宝箱，其他那些宝物全部加起来都远远不及这锁链宝箱。黑衣罗峰暗道，单单保护就花费了数亿混元单位为代价，其中宝藏定是惊人。嗯，试试看能否用魔杀族分身变化出炎祭大陆原住民，骗过感应系统打开这宝箱。如果不成，那就得辛苦一趟，回一趟初始宇宙混沌城去见混沌城主老师，让老师帮忙开启这锁链宝箱。罗峰估摸着真眼王老师想开启都难，可对混沌城主而言肯定是很轻松了。虽不想麻烦混沌城主老师，可为了祭塔宝藏也勉强值得去请一次了，对混沌城主老师而言也就随手开启罢了。试试看。变。黑衣罗峰瞬间化为一阵气流，而后凝聚化为六臂炎祭大陆原住民的模样。在祭塔内居民区中是有一些残骸的，那是炎祭大陆原住民一些界主巅峰强者的骨骸，身体最坚硬的是骨骸，像与墨星主人呼延博的其中一位弟子数万年后，他的金色骨骸依旧完好。界主巅峰身体本来就强，骨骸又是其中最强，和不朽神灵机体比，界主骨骸都很接近了，所以肌肉等腐朽，可骨骸多存在很久很久。罗峰心存变化欺骗宝箱的想法，自然是携带着一丝骨骸，借助那基因直接模拟那原住民的骨骸基因变化出的天赋秘法复制。魔杀炎祭族人气息一变，竟变成求赤卡的气息。毕竟活着的炎祭族强者罗峰只是见过求赤卡，至于陨落的那些炎祭原住民复制死者的气息是否有效，罗峰没把握，总感觉没复制活着的有效。幸福。魔杀炎祭族人翻手就得出一枚幸福，
幸福中早就有罗峰的精神印记，三大分身灵魂印记都是一样的，自然也是认主了，幸福直接融入体内，一切搞定，基因、气息、幸福都有了，就不知道能否开启这宝箱了。磨砂罗峰走到锁链宝箱前，十二条锁链还连接着一些金属残片，进阶束缚着宝箱，宝箱上有着神秘祭祀秘文。磨砂罗峰深吸一口气，伸出右手轻轻抚摸在宝箱上。滴，宝箱内感应系统开始鉴别。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啊。磨砂罗峰心中紧张，默默期盼，虽然能让混沌城主帮忙，可在心底能不请老师，罗峰绝对不会请老师，一切尽量靠自己。实在没办法，总不能有如此宝藏还浪费吧，那再请不迟。这宝箱感应系统不知道如何先进，希望能开启。其实这感应系统鉴别没罗峰像的那么夸张，其实只是感应两样，一个是幸福，一个是生命气息。至于基因结构，不同生命族群的确拥有不同的基因结构，可采集基因是有好些欺骗手段的。生命气息却不同，不同生命蕴含不同气息，不同族群气息都整个不同。人类彼此虽然气息各异，可整个人类族群气息都算接近，属于一种类型。像人类和虫族气息显然相差十万八千里，而生命气息又是根本没法模仿的，除了宇宙中极少极少的奇特族群拥有的天赋秘法。何谓天赋秘法？天赋秘法是宇宙直接赋予的一些特殊能力，有些根本没法修炼得到。第一，生命气息确认，幸福确认。啪，宝箱原本锁死的箱盖自动松开。哈哈，紧张等待的磨砂罗峰顿时露出笑容，立即翻开箱盖，箱子内摆放着三枚世界戒指。世界之力扫过，这三枚世界戒指都是无主的。一个个看，罗峰连拿起这三枚世界戒指开始查看，世界之力渗透进入第一枚世界戒指，这戒指中藏有的一方世界广袤无边，只见一座座金属山林立，无数珍奇液体形成的一座座湖泊，一艘艘一级飞船密密麻麻，犹如无数蝗虫，所有物品全部是海量。靠，这罗峰完全惊呆了。罗峰又拿起第二枚世界戒指、第三枚世界戒指查看，天，这次是真发达了。族群宝藏就算是当年的燕季大陆原住民族群最强大的时候，这宝藏也应该占了不小份额吧。罗峰完全被这巨额宝藏给惊呆了，他哪里知道当年那几位宇宙尊者自知难活，都将自身所有宝物主要分在那100个真正的传承祭塔内。这是燕季大陆原住民族群整个族群 1% 的财富。第57章秘文武器，燕季大陆原住民族群留下的巨额宝藏。实在是太惊人了。我的老天。这下可真的，罗峰眨巴下眼睛，全身都沸腾了，发了，真发了。难怪苍金王、紫中王他们为了这祭塔宝藏一个个那么拼命，叶辰王、虎刺王他们也是一个个充满渴望。看来他们见识就是比我多，知道这宝藏惊人。何止是惊人，简直发疯了。罗峰暗自嘀咕。三个世界戒指的一方世界中都有着不同层次的宝物，其中每个世界戒指中都有着一段留言。罗峰一翻手，手中凭空出现了三金属片，金属片上都雕刻着密密麻麻的微小文字，都是燕季大陆原住民的文字，讲述的都是关于宝藏的一些内容。幸存的族人们，这世界戒指内存放的是供应界主、域主、宇宙级、恒星级、行星级层次族人的各种宝物，虽然很多物品很便宜，可却数量极多，充斥整个一方世界的无数物品，累计起来是极庞大的财富。你们必须谨慎使用，需要考虑族群要经历亿万年岁月才能慢慢崛起，必须控制量的输出，培养后代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处于成长中的弱小族人乃是我族未来。这枚世界戒指代表的是未来。族人们，这枚世界戒指存放的则是供应不朽神灵的各种宝物，虽说数量远不如上一件，可整体累计财富却更高。劫后余生的我族族群生存困难，是需要幸存的不朽神灵们为族群开辟生活空间，他们得有足够的宝物才能在宇宙中闯荡。族人们，这最后一枚世界戒指存放的是一套真正的秘文武器。秘文武器乃是我族文明的最高成就，无数年来我族尊者们辛苦制造，也仅仅制造不足100件秘文武器，而这次我族劫难，这些秘文武器和我族尊者们的一些宝物都分在100座传承祭塔内，有的传承祭塔内分的是秘文武器，有的传承祭塔内分的是一件尊者们使用的宝物。虽然说秘文武器对尊者用途不大，可是它在宇宙中的价格却丝毫不比尊者宝物低，因为它的能力很强大。至于这秘文武器到底该怎么运用，什么能力，秘文武器上附带着详细讲述。这件秘文武器虽只是单独一件，价格却远远超过前两个世界戒指之和。罗峰看着这三金属片，
有些发愣。三个世界戒指，一个是不朽级往下，戒主、玉主、宇宙级等等弱小族人使用的，一个是供不朽级使用的宝物，一个是镇族宝物，一件秘文武器。说的也太牛了，秘文武器是这燕迹大陆原住民族群文明的最高成就，无数年辛苦制造都不足百件，价格还远远超过前两个世界戒指的财富。罗峰直接拿着第三枚世界戒指，心意一动，就将其中存放的唯一一件武器给取了出来。哗，这件武器很是小巧玲珑，有点类似于护臂，材质主色调为黑色，隐约有点朦胧星辰的感觉。秘文武器怎么运用，附带详细讲述。罗峰纳闷看着，却根本看不懂，当即一丝世界之力渗透进这护臂式的秘文武器，开始查探。这刚刚一渗透，世界之力中蕴含的精神印记就自动融入了护臂。秘文武器护臂瞬间认主，真是方便。罗峰在轻易让秘文武器认主的同时，一段信息便直接融入罗峰意识中。这段信息是详细描述这秘文武器的，它名叫锁空之臂，宇宙中存世不足百件的其中一件秘文武器，以护臂形态存在。我族最强大最神秘的便是祭祀秘文，这是我族先祖强者在异宇宙秘境中偶然发现并且领悟的一种特殊的前进道路，也是最适合我族的道路。如你等乘坐的祭塔便是祭祀秘文最基本的一种运用，祭塔内有着无数的祭祀秘文，最终形成排斥探查、空间封锁等诸多能力。可是这是实秘文，必须有承载物，有着很大的局限，根本无法有效用来战斗。于是我族先祖们最终创出更强的虚秘文，每一件秘文武器中都蕴含着复杂结构形成的虚秘文，一旦提供能量源，就能令虚秘文分散在虚空中，浮散范围进阶是控制范围。能量源最好是不朽神力晶体，切勿动用自身不朽神力，因为秘文武器威力巨大，消耗能量也无比惊人，而且这种消耗是完全消耗殆尽，如果使用自身不朽神力，等于是在燃烧不朽神体，很是不值。宇宙中有各种不朽神力晶体，蕴含能量越强，可使用时间就越久。锁空之臂功能是虚秘文浮散区域，这区域内空间波动将完全锁定，无法瞬移，所以这锁空之臂堪称是空间法则类强者的噩梦，当然它也会影响到使用者自身，使用者本身也是无法瞬移，所以锁空之臂最适合修炼时间法则的强者运用。对于强大的时间法则类强者，能够施展时间暂停，可对手却没法瞬移，自然优势极大。锁空之臂因为内部蕴含着虚秘文，所以只要随身携带着锁空之臂，那么以使用者为中心，一定范围内都被空间封锁，这可比祭塔等有效多了。祭塔空间有限，且很难和使用者一起移动，且战斗也容易破坏祭塔结构和祭塔上的实秘文，而虚秘文却是无法破坏的。锁空之臂浮散范围可分成三档，一、浮散半径10000公里的区域，二、浮散半径100000公里的区域，三、浮散半径100万公里的区域。浮散区域越大，消耗能量也是几何增加。鉴于锁空之臂消耗能量格外惊人，只有对付真正的仇敌、生死之战时再使用，平常切勿乱用。希望族内后代强者能仗此秘文武器护我族群，让我族群能崛起。靠！靠！靠！罗峰感到头脑嗡的发热了，激动的都蒙掉了，一连说出三个靠字。我还真是翻身了，大翻身，真是大翻身啊。罗峰感应着脑海中这段讯息，心中激动的无以复加，这次祭塔宝藏的争夺真是太值了。当初刚刚进入祭塔，发现祭塔内的秘文的特殊，罗峰就很眼馋。在祭塔内战斗，自己可占尽便宜。可战斗规模一大，祭塔就会被破坏。而且祭塔空间有限，也让罗峰只能心中想想罢了。秘文武器，祭祀秘文，是这燕迹大陆原住民族群先祖强者在宇宙秘境中偶然发现领悟出的一条强者之道。罗峰赞道，真是厉害，有实秘文还有虚秘文。祭塔宝藏的三个世界戒指，特别是最后一个，真的让罗峰无比的惊喜。试试看。心痒难耐的罗峰伸出左臂。哗，锁空之臂直接贴在罗峰左臂上，并且部分融入皮肤。同时那朦胧星辰黑色的表面忽然咔的声直接裂开，露出锁空之臂内部的异能量凹槽。需要能量极高的不朽神力晶体。罗峰露出笑容，我还有两颗火神元晶，每颗都价值2亿积分，一颗若引爆可是媲美蜂王初等自爆。火神元晶、雷神元晶等本是不朽神力的极高凝聚晶体，完全能当成能量源来运用，也能直接引爆。其实当初机械族设计的时候，本来是计划给一些大型仪器提供无比精纯强大的能源的，谁想后来在宇宙中战斗，很多强者发现其妙用，倒是令火神元晶等更多当成了爆炸武器。啪，罗峰翻手将一颗火神元晶放进凹槽，
只是占三分之一凹槽范围。吃吃，凹槽内部瞬间卡紧，能量灌输流畅。咔，表层再度合拢封闭，整个护壁严丝合缝。哈哈，罗峰心意一动，银色铠甲就自动覆盖护壁，将护壁保护得好好的。其实这锁空之壁材质制造无比昂贵，比那锁链宝箱还要坚硬强得多，宇宙尊者都极难损坏它。锁空，锁空之壁早已认主，罗峰自然轻易操控。最小范围，半径一万公里区域，空间封锁。罗峰轻易驱动，密文武器锁空之壁有那一颗价值两亿积分的火神元晶当能量源，能量实在太充足了，瞬间便已经驱动。翁以锁空之壁为核心，一股无形奇异能量瞬间就猛地朝四面八方波及开去，这是一种和宇宙空间波动很接近的另外一种波动。半径一万公里范围的虚空、天空、山脉、草原、地底泥土都有着若隐若现的虚空祭祀密文，这些祭祀密文都是虚空密文，若隐若现，就算一拳击打上去也只是打个空，因为乃是虚密文，根本就是没办法破坏的，要毁掉它就得毁掉那锁空之壁。哈哈，罗峰露出惊喜之色，环顾四周，抬头望天，俯瞰大地。真的，以这魔杀族分身对宇宙空间的精密感应，能清晰感应到半径一万公里范围的宇宙空间完全封锁，没有了丝毫空间波动，根本就没办法瞬移。第五十八章，一桶凉水，锁空，还真是锁空了。好，好，好！罗峰双眸炽热，空间封锁，这可是完美大成的空间封锁。罗峰很激动，他非常清楚这密文武器的珍贵之处。空间法则可分为瞬移、绞杀、封锁三大类，每大类下可细分为很多小类，只要某一项小类尚无透变，能够得到空间法则承认。可是想要将这三大类中某一个修炼到极致，却是极难极难。能将瞬移、绞杀、封锁任何一个修炼到极致完美大成，一般都是封王巅峰层次，少数封王高等也能用，因为这考教的是法则感悟能力，有些封王高等或许其他方面弱些，可法则感悟高，所以也能施展。有了空间封锁，配合我是无语意，我罗峰真正拥有在亿万族群无数不朽面前立足的资格了。罗峰心中畅快，罗峰实在太兴奋，不由浮想联翩。啊，对了，关闭锁空之壁，这可是时刻在消耗能量的。呜，稍等一下，凑个整数十秒钟，关闭。罗峰连关闭锁空之壁，原本在半径一万公里范围内若隐若现的虚密文全部消失，不知道消耗多少能量。罗峰查看了下，锁空之壁的能量槽内部有显示，能量剩余 98%9%。 我的老天，罗峰眼睛瞪得滚圆，还剩下 98%9%， 这我才用了10秒钟，还是最小范围的，这可是价值两亿积分的火神元晶，能量消耗这么快，短短10秒钟消耗了 1% 的火神元晶。一颗火神元晶价值两亿积分，等于说刚才10秒钟就消耗掉了220万积分，那么60秒就会消耗1320万积分，一分钟就消耗1320万积分，一分钟就消耗掉一名封侯不朽的全部身家。罗峰深吸一口气，他总算明白什么叫宇宙是公平的，像这种逆天的密文武器不需要在某方面修炼感悟，单单提供能量配合着密文武器就能空间封锁，如果消耗能量在手就太不可思议了。一分钟1320万积分，难怪那燕纪大陆原住民族群的先辈们留言说，这锁空之壁消耗能量极为惊人，对付真正的仇敌生死之战时再使用，平常切勿使用。对，不遇到真正重要时刻的确不能乱用，这简直是吞金窟。罗峰暗自摇头，得到密文武器罗峰是激动亢奋，可使用锁消耗能量的夸张程度却仿佛一桶凉水浇下，令罗峰顿时清醒了。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到关键时刻重要时刻绝对不用密文武器，否则恐怕都回不了本。罗峰暗自嘀咕，虽如此心底还是开心的，这锁空之壁号称远远超过前面两个世界戒指加起来的财富，的确是值的，这简直是不朽级强者，特别是时间法则类强者梦寐以求的绝杀武器。我得研究研究另外两个世界戒指，那么多海量的宝物到底价值多少。两个世界戒指以及苍金王他们遗留下的被罗峰得到的部分宝物，这一切罗峰都要有一个整体统计。不过因为数量太多，种类太多，罗峰和巴巴塔也是一起辛辛苦苦在雨象山原始区庄园的书房中辛苦查询仔细研究，不同物品不同卖的方法，价格都不同，所以并非简单查探每样价格计算总价就行了的。而且一些像苍金王之类他们的兵器属他们单独制造的兵器，网络上是没法找到准确价的。透过虚拟宇宙网络，透过鸿蒙城的一些朋友，透过鸿蒙城的店铺，以罗峰这个混沌城主亲传弟子的身份，透过各种渠道耗费了足足7天时间，终于确认了所有物品的大概报价。
第一枚世界戒指，虽然最贵的只是给戒主使用的物品，可却是一座座山累计，一座座湖泊累计，无数物品堆成了简直一座陆地，全部累计大约价值2210亿混元单位。第二枚世界戒指是不朽神灵使用的宝物，数量少很多，可累计起来大概价值2850亿混元单位。第三枚世界戒指存放着仅仅一件秘文武器，秘文武器数量稀少，人类族群中存在的更是屈指可数，没有准确报价。这种秘文武器已经无法用现金购买，只能以物换物，用其他珍贵宝物来置换，价值的确是远远超过前两枚世界戒指总和的。苍金王等强者累计的部分宝物价值约530亿混元单位，全部累计相加，一套珍贵的秘文武器以及5600亿混元单位。雨象山原始区的书房内，正看着屏幕的罗峰和拳头大小的巴巴塔都傻愣愣看着那屏幕上最终计算出的总价值，随即二者彼此相视。罗峰，你真发达了。巴巴塔眨巴下眼睛。哈哈，罗峰咧嘴一笑。是啊，这次祭塔收获令罗峰总算有一种翻身的感觉，自从成为混沌城主亲传弟子，也和其他几位师兄接触过，像接触最多的金斧尊者，还有其他只是见面过的归义尊者、恶枪尊者，使得罗峰眼界也很开阔。他也查过一些资料，知道超级强者的财富是何等惊人。普通不朽身家也就1万混元单位左右，封侯不朽全部身家在1000万混元单位左右，封王不朽全部身家约为100亿混元单位，这是封王高等、封王巅峰的平均水准，像封王极限强者一般就是数百亿乃至近千亿混元单位。而像真眼王、封王无敌乃至媲美最普通宇宙尊者，身家一般是数千亿乃至更多。当然这只是大概描述，而实际上强者们几乎都将财富化为了飞船、植物、生命、兵器、宝物等等，真正留有现金的都是极少的。像真眼王能轻易给罗峰兑换兽神七杀上篇，能随意弄出那么多现金已经很惊人了。像罗峰在此次得到祭塔宝藏前也拿不出多少现金，而且随着实力提高，特别是对宇宙尊者们而言，他们所需要的宝物都是很稀少很难得的，很多都是无法用现金购买，只能以物换物。比如罗峰的这件秘文武器，那就是根本没地方购买的。强者们的身家几乎都是固定资产，罗峰固定资产庞大，是无与亿兽神兵、秘文武器、传承金都是固定资产，而这些珍贵宝物是不舍得卖的，因为宝物可以换成金钱，可金钱却不一定能换成足够的宝物。像罗峰如果某一天急需某件宝物，可那件宝物却没法买到，罗峰就可以公开宣称，我以秘文武器锁空之壁换某某宝物，这反而就很容易成功了。极为想得到这锁空之壁给弟子子嗣的某些宇宙超级强者，就愿意给罗峰弄到什么宝物来和罗峰交易，最珍贵的宝物都保存留下，那些对我无用的宇宙中也常见的还是尽早都卖掉。罗峰暗道，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而其他封王强者的宝物却不一定能适合自己。接下来的时间，罗峰开始悄悄地大规模处理这些货物，像第一世界戒指中那海量物品，鸿蒙城乃是和封王强者做生意，这些普通物品根本没法卖，如此海量那些店铺也没法收购，只能卖给虚拟宇宙公司。幸好虚拟宇宙公司收购部门给罗峰这个混沌城主亲传弟子面子，不敢压价卖。那些没用的、常见的全部换成金钱，罗峰辛苦忙碌，心中却是愉悦的。就在罗峰透过各个渠道卖那些宝物的时候，忽然有一天，罗峰收到一封鸿蒙城中好友的邮件，邮件内容很简单，杨，听说你在燕迹大陆得到了祭塔宝藏。什么？罗峰看到这邮件吓得一跳，人类杨是自己伪装的一个身份，毕竟罗峰是混沌城主亲传弟子，早就是传开了，宇宙中那些异族强者们一直在寻找罗峰，罗峰自然不敢暴露身份，杨这个身份一直很低调，算是很正常的一名封王强者。可一旦和祭塔宝藏挂钩，那么很多眼馋祭塔宝藏又认为人类杨不值一提，很好对付，那么麻烦就大了。若是苍金王那等强者得到祭塔宝藏，其他封王们恐怕也不敢去招惹。可杨哪根葱，真正的宝物唯有有实力者才能拥有，不引起厮杀抢夺才怪。莫纳王你在哪？罗峰立即联系那位莫纳王。片刻后，鸿蒙城的一座餐厅内，罗峰和一位有着狐狸尾巴俊美不凡的强者莫纳王在包间中悄然交谈。莫纳王，你说我得到祭塔宝藏哪听到的消息？罗峰焦急道，到底哪个混蛋在传，这不是害我吗？我刚知道这消息也是吓得一跳，这消息如果是假的，那传消息的家伙可用心狠毒了。莫纳王摇头一笑，可是消息传递的太真实了，而且还说出了一个准确的宇宙坐标，坐标是 XXXXX, 而那里也的确有一座祭塔。消息称，杨，你
也就是在那祭塔得到的宝藏。而且燕祭大陆上很多强者都已经去那祭塔位置查看过虚实，现在至少整个燕祭大陆已经轰然传播开，连星辰塔等其他地方的一些封王强者们也得知了。罗峰脸色顿时难看。坐标紫中王，罗峰心中怒极。第59章谣言。在得知莫那王发来的邮件时，罗峰就已经怀疑这很可能和紫中王有关，现在听到连祭塔坐标都公开了，就更无怀疑了，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紫中王，再加上紫中王那种睚眦必报疯狂的性格。紫中王，我还没去找你，你却是开始招惹我了。罗峰心中暗恨，看来是想要置我于死地。有胆色，你真有胆色，不怕我公开你拥有紫色谷中的消息。其实当初那紫中王离开祭塔回到老巢后，仔细一思考就明白了一点，假设人类羊没手段对付他，既然得不到紫中，那人类羊肯定不会这么罢休。将他紫中王拥有神秘紫中消息宣传开是很可能的，人类羊既然在背后会煽风点火，尽早逼得其出来杀死人类羊是最应该做的。如果人类羊想要杀死他紫中王夺得那谷中，自然不会公开紫中王拥有谷中的讯息，可这样代表人类羊对他的威胁更大，敢有夺取他宝物的野心，那么就要更早的消灭。两种可能性，紫中王都得先下手为强。狠，你真狠，本来是想等到将来实力再强些再去对付你，既然你现在就发起挑战了，那就战吧。罗峰心中杀意弥漫，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都当我杨这身份的低调当成好欺负，那么就得寻找个机会狠狠显露下手段，杀得一些野心者胆寒，一次次战斗来应对那些贪婪者是很愚蠢的事。最佳手段是靠一次真正的血腥疯狂战绩证明实力，震慑其他强者，让那些强者意识到羊的实力很强很危险，那么自然没谁再来招惹罗峰，没有仇怨，罗峰实力又强，不会因为罗峰有宝藏就来对付罗峰的。毕竟宇宙中拥有巨额财富宝物的封王极限强者有一堆，只要实力匹配就没谁敢惹。莫那王看着罗峰轻声道，羊没事吧？没事，我是在想谁在传播谣言给我找麻烦。罗峰冷然一笑，看来是那和我有死仇的几个之一了，有事你尽管召唤我等，我人类强者也不是那么好惹的。莫那王也开口道，你请些人类强者还有人类阵营的其他盟友，大不了开战，怕什么？嗯，罗峰微微点头。莫那王，谢谢你告诉我这消息，否则敌人上门我还不知道呢。罗峰连说道。啊，也不怪你，这消息是在异族当中流传最广，而后才传播到我人类阵营，我刚一得知就立即来找你了。莫那王说道。罗峰点点头，这事情很麻烦，我就先回去好好思考应对之法了。去吧。莫那王提醒道，小心点，域外战场上大量异族混杂，对付那些贪婪的异族要一开始就下狠手，打得他们疼了有畏惧心了就不敢乱来了，如果你打不疼，恐怕伸手进来的异族会越来越多。我懂。罗峰点头，看来是得掀起一场杀戮了。燕祭大陆那消息是真的，已经有一些封王强者合力强行破开了祭塔，进入祭塔中搜索了一个遍，两名机械族人相对坐，其中略微高大些的机械族人郑重道，他们在那祭塔内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祭级金属形成的藏宝室，以及一个残破的祭级藏宝室，宝藏都被拿走了。祭级金属形成的藏宝室，矮小机械族人吃惊，看来是真有宝藏了。现在燕祭大陆上很多异族强者都在查探那人类羊的讯息，通过诸多手段，可是至今都没有发现那人类的。高大机械族人沙哑道，一旦发现那人类，就是开战厮杀时，到时候恐怕会有不少异族掺杂进来。怕辞。矮小机械族人咧嘴笑道，你去不去？哈哈，这人类实力弱小，恐怕是个刚刚封王的小家伙，他哪有资格拥有如此宝藏？去，我当然去。高大机械族人道，你我联手得到的宝物各自一半。好。这两名机械族人就此形成同盟，在燕祭大陆上封王强者们本就悠闲得很，平常封王和封王对战很少达到拼死的地步，而祭塔宝藏事件算是让燕祭大陆一下子火热了起来，连更高危险之地星辰塔中都有一些封王强者赶到燕祭大陆。燕祭大陆上一时间风声鹤唳，连那些异族封侯们都在命令下暗中开始查探起来，查找那人类羊的踪迹，可怪的是怎么找都找不到。胆小的人类，可恶的人类，肯定是吓跑了，肯定是吓得离开域外战场了。燕祭大陆上很多强者都如此暗骂，而燕祭大陆上对此最恼怒担心的就是紫中王了。幽暗的冰雪山脉中，紫中王盘膝坐在冰冷岩石上，双眸阴冷，幽光闪烁，喃喃道，整个燕祭大陆都快被翻了好几遍了，这人类羊消失了。
找不到。哼，被我逼成这样，竟然都没有放出我拥有重宝谷中的讯息。看来这人类羊野心很大啊。他显然也猜到是我在放消息逼他，他暗里会暴露我的讯息才对，可却硬是没说，看来想要找机会杀我夺宝，有这个想法他定是有些许把握。人类子中王心底对罗峰其实很忌惮，因为在祭塔那时，罗峰那块的让人心悸的速度，子中内连苍金王都陨落，罗峰却没死，罗峰能隐匿的没有丝毫生命气息，直到他用空间戒指收取那金属残片才令罗峰暴露，这些都展露出罗峰的可怕手段。有这么多手段的一个强者，子中王哪敢小瞧。这次我也得到近千亿于蓝单位财富。子中王默默道，就好好准备，这人类现在完全隐匿，不爆发则已，一爆发肯定很疯狂。不管是罗峰还是子中王，他们俩都清楚，走出祭塔时他们就是仇敌。而当子中王传播开那讯息后，二者更是不死不休了。026号兵营基地内，罗峰正在一座山顶的别墅前的泳池内，这山顶上满是皑皑白雪，泳池内却是温热的，一时间雾气蒸腾，罗峰悠闲躺在那。是的，当燕季大陆上疯狂寻找罗峰时，罗峰却在兵营基地内。其实当初罗峰在处理大量宝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迅速往兵营基地赶了，因为他得和虚拟宇宙公司等各方面进行交易，当然得回兵营基地。找我？怎么找我？我在兵营基地，谁能奈我何？罗峰赤裸着躺在池水中，很是轻松。忽然远处有三道人影飞来，虚拟宇宙公司人来了。罗峰体表浮现银色铠甲，身后有羽翼，直接一飞破水而出，而后站在那山顶雪地上。你好，我是虚拟宇宙公司的。为首穿着一身金袍的三眼男子显得很是优雅，谦逊道。他可是得到部门老大的命令，甚至于部门老大都没说客户到底什么身份，只是禁止他乱问，这令实力已经是封王级的三眼男不由腹诽，部长那也是宇宙尊者级强者，属公司真正高层都禁止他乱问，看来事情牵扯到虚拟宇宙公司最高层了。我知道。罗峰点头，随手扔出一颗世界戒指过去。三眼男接过后，不朽之力渗透进去开始查探，同时也将这位认主的世界戒指先认主了，同时扔了一件探测仪进去，人工探测和仪器探测同步进行，同时还说道，因为涉嫌货物过多，量过大，我验证查探时间可能稍长。不急。罗峰站在那，大概过了三分钟，仪器探测早已完毕，三眼男这封王强者也终于探查完毕，货物齐全。三眼男微笑看着罗峰，金钱已经到账，那我就不打扰了。金眼男很清楚这笔生意牵扯到的金钱何等惊人，那可是超两千亿混元单位的交易，能做这么大交易的也能看出这位银甲银翼强者背景不凡。虚拟宇宙公司的交易是最快的，而其他渠道就麻烦多了，有卖给店铺的，有卖给个人的，一些异族强者的。甚至因为牵扯交易过大，导致有些异族强者亲自赶到026号兵营基地一趟，需要当面验货。前后总共耗费近一个月时间，这才全部处理光。哈，罗峰伸了个懒腰，在冰天雪地躺在雾气弥漫的水池中露出一丝笑容，处理完毕，现金约5600亿混元单位。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啊。或许对宇宙尊者而言是一小笔，可在封王不朽神灵中已经算是无比巨额的财富了。我得想想怎么处理这笔财富，是用在本尊天地等等方面来增添自己实力，还是用在千藤实心草等等辅助植物生命方面，还是购买一些机械族武器。机械族武器买了后，即使没用，将来也可以再卖掉。而提高自身实力和培养植物生命等等，却是没法将植物生命卖掉换回金钱了。罗峰躺在泳池内，脑海中闪过一个个念头。5600亿混元单位的财富放在账面上是很愚蠢的事，当然得尽快化为实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第60章，名为废魔，要花掉5600亿混元单位很容易，可怎么才能最有效利用？躺在泳池中的罗峰脑海中也有很多迷茫，因为宇宙中的宝物实在太多，单单罗峰知道的就是数不胜数，还有很多罗峰自己都不知道的。我现在几大杀招，金角巨兽分身，虫族军团，火神元晶爆炸，锁空之壁。罗峰思索着，本来就强的该强化。虫族军团，罗峰眼睛一亮，猛地从泳池中站起，如果能让虫族母皇伊琳娜提升为不朽级，不朽的虫族母皇那携带不朽虫族军团，那可是堪称宇宙尊者下无敌的，如果能成功，5600亿全部耗光都值得。越想罗峰越是期待。虫族母皇可分心控制10000个虫族战士，且个个能施展蕴含法则的攻击，或者能做到精密控制百万虫族战士，虽无法施展法则类攻击，却算是指哪打啊。当年虫族母皇控制10000不朽，威力就那般逆天，若是控制百万不朽，无敌了。越想罗峰眼睛越亮，再也忍不住去问问伊琳娜。体内世界
虫族岛屿。刷，黑衣罗峰从世界戒指的一方世界中直接回到体内世界的虫族岛屿上空。咻，有着蝴蝶羽翼堪称绝美的伊琳娜直接飞向高空，而后在罗峰身前柔身行礼，主人。伊琳娜，黑衣罗峰却是连道，我问你，你要进化成不朽级需要多高的代价？主人。伊琳娜惊讶看向罗峰，你只管说。罗峰道，颇有财大气粗感觉。伊琳娜轻笑道，声音清脆悦耳，主人看来拥有很惊人的财富呢。不过主人，我虫族的母皇要成为不朽是非常艰难的事，单单各种材料就得消耗就价值近千亿混元单位。买。罗峰眼睛一亮，主人且听我说完。伊琳娜连道，这是外部条件，还需要内在。我虫族的母皇需要在法则上感悟极高，或是在空间法则，或是在时间法则。单单悟透金之法则、木之法则等其他任何一种法则是没法成为不朽的，必须在空间法则或时间法则上达到极高成就。罗峰眉头微皱。主人。伊琳娜解释道，宇宙中真正智慧类生命都是需要在法则上感悟极高才能成为不朽。单单靠外在物质是不够的。就像人类不管怎样至少得悟透金、木、水、火、土、风、雷电、光线中的其中一种法则才能成功成为不朽。如果法则上没成就，即使再多宝物也无用。我虫族母皇也是如此，作为巅峰族群之一，虫族内真正算是智慧生命的虫族母皇是很难成为不朽的，非常难。法则感悟要求极高，外在物质条件要求也极高，双重要求。而主人你使用的魔云藤就不同了，像这些植物智慧很低，它们更近似于物，反而对宇宙法则没什么要求，靠外在就能进化，一旦进化宇宙会自然令他们感悟了自身属性相近的宇宙法则。可这种事也只能发生在部分植物生命、虫族战士等这些智慧很低的生物上，其他真正智慧类生命都是需要在法则上有成就的。伊琳娜道，我现在法则方面也就悟透火之法则，可空间法则方面还差得很远，有再多宝物都没办法成为不朽。罗峰听得心中一阵失望，却也了然。是啊，像能批量制造的虫族战士只有纯粹的野性，智慧极低，而魔云藤实行草草期也只有本能，一些简单爱恨等等情绪，当成为不朽后，魔云藤才真正第一次可以和罗峰意识交流，正常的进行意识对话。其他智慧生命，人类、机械族、妖族、虫族母皇、金角族、燕纪大陆原住民、雷拳族、奇长族等任何一个族群，要成为不朽，最难的都是法则感悟。罗峰暗叹，自己一开始想歪了，以为虫族就是靠资源进化的，那些虫族战士的确是靠资源，可虫族最根本的母皇们却是真正的高等生命，对法则要求那是超高的，伊琳娜悟透了火之法则都还远远不够。我法则感悟还不够，主人就不必为我准备各种资源宝物了。伊琳娜狡黠笑着，不过等我感觉差不多了就要靠主人你了呢。嗯，没问题。罗峰爽快应道，可心中却颇不是滋味，满怀希望而去，失望而回。也对，不朽虫族母皇堪称宇宙尊者下无敌，哪是这么容易就突破的。罗峰立即分出一丝意识进入虚拟宇宙。虚拟宇宙雨象山原始区罗峰的庄园。罗峰坐在书桌前看着屏幕，搜罗着各种宝物的详细讯息。黑洞武器能令目标瞬间化为一小型黑洞，宇宙尊者实力才能幸存。灭魂极光采集自宇宙秘境中神秘的光线储存，一旦释放一道灭魂极光，普通宇宙尊者都得受伤，宇宙尊者下必死无疑。季风武器某宇宙秘境中有季风带，季风是宇宙秘境中奇特的物质形成的风，在季风带深处连宇宙尊者被风一刮，不朽神体也会如同粉末一般粉碎而后湮灭，这季风武器乃是采集外围季风制造而成，中者宇宙尊者下必死无疑。卡索武器卡索以发现者命名的一种奇异金属，这种金属对着不朽神体有着强烈毁灭效果，一柄完全由卡索金属制造成的卡索匕首刺入蜂王极限强者体内，蜂王极限强者身体会瞬间崩溃灭亡。一件又一件兵器，这些都是可以定制的兵器，且很多都是人类自身就能制造出的。罗峰以宇宙尊者下必死无疑为目标去搜索，一口气竟然翻出了足足203种武器，看得罗峰是眼花缭乱。我的老天啊，都宇宙尊者下必死无疑吗？怎么看起来不朽神灵似乎很脆弱的样子，而且其中有些兵器原始威力对宇宙尊者都有严重伤害。罗峰看得目瞪口呆，这些武器中有21件是机械族制造的科技武器，有3件是人类制造的科技武器，其他全部都是采集宇宙中一些特殊材料制造出的兵器。不过难怪我在域外战场上从来没见谁用过，这玩意
谁用得起？如果谁用，一旦传开，恐怕会遭到无数蜂王围攻来抢夺这兵器吧。罗峰看着上面标价，如此想到，这些能定制的兵器最便宜的一件是60000亿，普遍都是超过100000亿，这个价格足以让宇宙尊者们也心颤。谁拿着这样的兵器，简直就是拿着一个超级大宝藏。祭塔宝藏才多少？价值超过100000亿混元单位的一件兵器，一旦暴露，自然会让无数不朽神灵为之疯狂，为之争夺。只能看看啊，买不起啊。罗峰忽然感觉自己是个穷人，也就够这些兵器任何一件的一个零头。其实想想都知道，单单像黑洞武器等一些科技武器，渐渐从表面看就很复杂，制造起来条件高。而像灭魂极光、季风武器等，要去那些危险地带采集季风等材料，而且还要能储存装好，能经常来使用。那些危险之地，有些是宇宙尊者都可能陨落的，价格高就不足为奇了。重组母皇没法成为不朽，自己也买不起那种能宇宙尊者下无敌的兵器，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于是罗峰开始一次次研究，像很多物品是宝库中自己权限看不到，而鸿蒙城的很多店铺凭借罗峰5600亿的现金存款，自然有资格进入一些店铺的重要之地，那些重要之地经常是宇宙尊者去购买宝物的地方。我在宝库中关于本尊天地第三层仅仅发现3种材料，可在鸿蒙城诸多店铺中竟然找到了18种材料，几乎凑齐了。不过还真贵啊，想将本尊天地完全修炼大成太难。透过网络权限查看鸿蒙城诸多店铺秘宝研究，耗费超过1个月时间，罗峰终于慎重地做出了最终的抉择，由不得不慎重。这次能得到5600亿，下次要得到如此巨额财富，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年了。花费约1100亿混元单位，购买了能让金角巨兽将本尊天地修炼到振幅16倍的境界的昂贵资源。花费102亿混元单位，就能将本尊天地第二层大成。花费约1300�亿混元单位，购买了4颗火神元晶，每颗近300亿混元单位，以及专门用来供应锁空之壁的大量水神元晶，耗费过100亿混元单位。水神元晶是最适应锁空之壁的一种能源。花费整整3000亿混元单位，购买了1公斤废魔毒液。花费80亿积分，让魔云腾从封侯巅峰蜕变提升到封王初等层次。还有一些其他小额花费，不过这次收获的5600亿巨额财富也几乎消耗空了。